And I would like to ask Chairman Yang to say a few words. Thank you. SATE 亚洲峰会的各位与会代表、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申迪集团的董事长杨劲松，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为了表示重视，我是特意准备了一个稿子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谨代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主体申迪集团，向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主题娱乐行业的TEA表示感谢和敬意。特别要感谢TEA将具有行业影响力和引领力的SATE亚洲峰会带到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同时，我也要热烈欢迎各位与会专家和行业代表来到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自2016年6月16日开园以来，到明天正好是3周年。我们整个以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主题的国际旅游度假区，在这3年当中，已经接待了各方的游客5100位。 5100万人次，目前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正在致力于我们上海市民旅游的首选地建设，努力把这片热土打造成为国内外游客喜欢的一个旅游点，上海市民和周边区域，包括长三角以及各地的游客 休闲度假的一个首选地，也是我们国家文化旅游、娱乐、体育等产业要素集聚的一个首选地。目标使上海国家旅游度假区、国际旅游度假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标志性的一个区域。作为度假区的核心项目，上海迪士尼乐园 已经走过了3年的历程，这个乐园以原汁原味迪士尼，别具一个中国风为特点，进行了成功的运作。在去年4月份新开放的《玩具总动员》片区基础上，今年1月份，我们的合作伙伴迪士尼 又对外正式宣布，我们这个乐园的第8个片区，也就是疯狂动物城的片区，即将动工兴建，将在2022年向对外开放。上海迪士尼项目将不断扎根本地的市场，努力争取更稳健的发展， 为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带来美好的体验。这几年来，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伴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发展，我们整个上海的旅游行业也得到了强劲的发展。我也很荣幸跟大家介绍我自己，在从事这个迪士尼乐园董事长的职位之前，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上海旅游局工作，负责整个上海这个旅游行业和旅游事业的这个管理和事业的推动工作。这里可能在国内工作的还有一些，我看一些熟人，一些好朋友。我们国家的旅游业一直得到很好的发展。 上海去年的旅游总收入也达到了，首次超过了5000亿。旅游业的增加值，我们在上海世博会2010年世博会之后，
又一次达到了在 GDP 的比重当中达到了 6.4%、也是、世博会以后又是一个、高峰值。旅游业也日益成为我们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去年在上海成功举办了首届的进口博览会，这个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明确了交给上海新的一个发展这个任务，其中有一项就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个也为上海的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机遇。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上海迪士尼跟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已占全国1/26的国土面积和1/6的全国人口，贡献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所以在这一个长三角地区的加快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必将推动区域内的我们各项旅游要素的整合融合和提升优化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能够在上海一起来探讨新的一些发展的理念，新的一些发展的这个些动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的，我们也是上海圣地集团，也是一家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但是我们伴随着上海迪士尼项目的整个酝酿设计建设和现在的成功运营，我们也已经成为上海整个行业内一个重要的这个功能性的企业。其中我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引入迪士尼项目之后，和世界范围各大旅游行业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交流，也助力中国主题娱乐行业的标准进步和能级提升。主题乐园是人们追求童真追求快乐的地方，也寄予着把梦想成真的一种渴求，是大家非常欢迎的一个项目。但是确实也是随着各地的形势和各地的情况的不断变化，我认为主题旅游行业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考验，既需要我们有新的投资，也需要我们不断提升主题乐园行业本身的品质和水平，以不断适应新的主题乐园发展的需要，不断适应更多游客不同口味品味的需要。据我所知，这次的 SATE 峰会安排了很多大家相互在这个方面主题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意，是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准确的来把握这个行业的一些特征、时代特征和发展的一些趋势，更好的来挖掘我们主题娱乐行业、主题乐园行业一些本质特征的一些独特的这个元素，更加形成在市场当中的号召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各项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我们即将迎来的 5G 时代，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就我本人而言，对这些互联网时代 5G 技术人工智能等等
各项新技术的应用，我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机遇大于挑战，让我们共同的来把握好我们时代的一些特征，来挖掘我们行业的优势，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我相信我们会面临更好的未来，我非常乐意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更多更好成功的时刻。谢谢大家。